运动的需要性。运动以及体能训练对改善长者的睡眠有正面作用。当长者在日间进行体能活动的时候，肌肉、关节和全身都会活动，除了带来训练效果和促进血液循环之外，更加会带来疲倦感，有利长者夜间的睡眠。假如日间时间并无体能活动的参与，更甚者没有任何活动的话，长者很多时会瞌眼瞓，到夜晚的时候就会睡不着，造成恶性循环。因此合适的运动是有必要的。现时坊间都有不同的运动项目给不同身体情况的长者参与，在选择上照顾者需要留意以下事项。推动长者活动能力，这个是初初引入体能训练最困难的一部分，因为患者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做运动，并且感到辛苦而不愿意继续。因此照顾者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先简单解释训练的目的，然后一起参与，并且选择两种训练给长者选择，令他们知道是有选择的权利。同时在难度上也都应该由浅入深，避免打击参与性。时间上的选择，一般而言较理想的时间是每日早餐后一小时开始，每次30分钟，因为长者在上午的时间会比较清醒，参与度会较高。当然每位长者的特性各有不同，照顾者可以先找出长者参与度最好的时间来进行训练。由简单开始，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尝试以10分钟训练为单位进行3次，成功率会比一开始30分钟为好。同时步行也都是一种比较容易入手的项目，照顾者也都可以参与其中。服饰要舒适，为长者预备一套称身的运动服，每次换上就能够慢慢地建立他们对训练的认知。不要着家的睡衣作为运动服，以免长者混淆。确保安全，在户外进行体能活动，除了空间较大之外，也都更加能够让长者接触阳光，和朋友或者街坊会面，更加能够让长者和社区连接。为了确保长者的安全和预防突发情况，照顾者应该为长者配备个人资料名牌，以便在需要时使用。如果想获得更多的资讯和免费课程，可以经这里的二维码，或者搜寻赛马会刘锦仲护老有医道 Jockey Club Cadenza E-Tools for Elder Care， 来我们的网站和 Facebook 看看吧。